登上小巨蛋舞台，天生歌姬阿令引吭高歌，充满爆发力的歌声让台下粉丝听得如痴如醉。从去年八月底一连唱了14个月，总共举办24场演唱会，走遍了世界3大洲，累计里程更超过了10万公里。他的天籁美声也感动了好多人。10年，阿令推出声纳世界巡回演唱会 DVD， 不仅收录演唱会的精彩内容，他也首次分享音乐路上的点点滴滴。在出道前有一段时间陷入低潮，是已经离开人世的外公为他加油打气，想到这里就红了眼眶。然后他就讲，哦，知道你很爱唱歌，你要加油，因为我会在这个地方。一聊到外公就忍不住泪崩，但是也因为外公的这番话让他坚持下去。阿令说自己真的很爱唱歌，在选歌收进 DVD 时真的不知道该舍弃哪一首，删掉任何一首歌我都觉得很可惜。所以其实原本像声纳这场演唱会是真的没有安口曲，但是我都会特别叫老师们练习多一点歌，因为我太爱唱。因为阿令受邀担任日本观光推广大使，连广告歌随心所欲也自己唱。让你能发现我随心所欲，天空海阔，让我能遇见你，走出原来世界。而且这首歌还是他搭上了保姆车，在赶通告的路上随性创作出来的旋律。对于自己的作品，阿令也很得意。因为我最近比较喜欢的是《随心所欲》这首歌，因为也是本身一位大师写的，就是我。就是对音乐的热情，阿令用令式情歌征服了千万歌迷。而很少分享私生活的他，也希望借由 DVD 让粉丝看到更多阿令私底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。新闻福新闻孙盈毅采访报道。